但是现在远处的，大家看远处河道拐弯的地方，路基已经被大量的冲毁了。我们来看左边是一处泥石流，那是在今天上午10点左右从高家沟这样一个地方冲下来的。大家看到的这一块大约是10万立方，那上面还有大概30-40万方，加起来是50多万方。这样一个大的泥石流倾泻下来以后造成的岷江河道的改道，这一段的耕地还有两个铁塔还有一层楼的一个房子都已经被冲走了。就在我们开始报道之前，有一处铁塔，我们刚才拍到了铁塔的画面，但是就在刚才路基被大量的冲毁以后，铁塔已经倒在了岷江的边上。回头来看我旁边，大家看，这是512汶川大，可以说明下面的这个路基还在被掏空。来来来，泥石流下来了，大家看远处现在还有泥石流，还有大量泥石流倾泻下来。这就是高家沟，那之前爆发过泥石流，在今天上午现在正在倾泻。快走走走，这该上去了，这我们不管车呀，不管了，地下车快走，不管车呀，这个沟都出来了，不得了。好了好了，快快走走走走走走走。